纸上拔河的规则呢是这样，每队派出两人进行一对一的比拼，出战的两位队员呢要头戴一张报纸，然后进行撕扯，先把对方的报纸给撕下来呢，我们就获胜。这个有点难度，就是既要保证自己这个不会撕破，同时还要给力的把对方的撕破。是的，首先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大哥和韩东君，加油，加油，东君，加油，加油。刚吃饱，你说这样得运动运动。哎呀，大哥加油，加油。面对面的那种啊，对不对？两位要不要先来放个狠话？来吧，放狠话。你先狠一个。你先狠吧。我先狠。撕归撕，闹归闹，闹归闹，别拿报纸开玩笑。哎呀，那个别把自己撕了。我配合你，我配合你，好吧？加油，两位，来，第一轮开始，给点音乐吧，给点音乐，来。哦，哦。大哥，你那边已经破了一点了，能用嘴吗？不能用嘴，不能用嘴，准备咬吗？哦，哦，回到了位置，大哥现在有点危险了。啊！哎呦哎呦！哇！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以为我是裂了，这一下很猛，因为他用了一个寸劲儿，对不对？而且大哥刚刚的报纸已经破了非常多了，很容易输了，差一点点，真的。来，祝贺谭杰志，恭喜我们的长沙野生活队，赢的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东军开始先占优势的，东军他用的是一种慢慢的小劲儿，对，就慢慢扯扯扯扯。然后大哥很聪明，如果他再跟着东军的节奏的话，必输。然后他用了，其实是有点像破釜沉舟，他猛的一拉，哇，这个还蛮有蛮刺激的。何老师，你分析多了，我当时啥也没想那么多。大哥没事没事，在家就撕报纸玩，没事，撕撕报纸啊，织织毛衣啊。好，下面欢迎我们杜江和银房，加油！好，同样我们请两位放一下狠话。你离我远点，我中午吃饭了，我中午吃饭了。咦，你离我多近我都不会后退。哇，这个咋是狠话啊，这是好，来第二轮比拼开始。像是在斗鸡。这个游戏怪不得不让我玩。想学你那招没学会，我跟你说这个游戏全凭运气。我们的惊天救援队获胜，好，祝贺祝贺杜江，祝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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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们打平了，对，然后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终极对决，赢的两位谭健次和杜江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报纸的尺寸已经变小了，说明你的控制力要给出更多。哦，外围的空间更小，更容易破了。我们终极对决开始。哦哦哦，
练练练练练。没必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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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必要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刚才一弄得撕开一个口，太帅了。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恭喜我们长沙夜生活在第一个小环节当中取得了胜利。准备，这活怎么扯？怎么扯？就是看运气。像我们是多玩一会儿，还是唰一下？开始。速战速决。速战速决吧。还是你们输还是？我们都行，我们输。你们可以。怎么还问我们输不输呢？你们在打麻将吗？我们不是，刚刚哈尼问我们，你们输还是？我们输。来。其实你不是跟对手商量，你要跟你的搭档商量进还是退。哦，我们为什么在跟对手商量？我们这组分不清对手和搭档。可以开始了。赶紧给他跑！好，这边已经出现了一点裂缝。哎，他们的出裂缝了，他们的出裂缝了，就差一点，这边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缝。你要干什么？行，我怕你跑。李姐，行不行？他们这个已经走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的烟许家和哈尼克斯。好，祝贺。可以拿到五朵花，恭喜！第二轮要有请的是陈星海、卢洋洋和杨迪、孟子义。好，首先请星海和杨洋来抽取你们的分数卡。你们抽，你们抽吧。都听我，都听我的。你来，这个好，五朵花。哦，好嘞。好，来第二轮，请准备。没事。攻势这么强吗？等一下。小心，这边已经快破了。疯狂踩我脚，孟子义。小心，这边已经快破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！为什么？哎呀！不是，这个算皮哥自己转开的吧？我感觉根本干不过他们。皮哥，你出去了之后还在怀疑。好，祝贺星海和杨洋拿到了五朵花。